大家好，今天开始来这边整一下这些排水沟啊，该埋水管的要埋水管，该铺水泥的要铺水泥，这个地方要开一个沟，然后下面埋一根水管，把这里的水啊都往鱼塘里面排，从这里挖起。这边要埋一根水管下去，这边的排水沟也要整一下，这位大哥又在这边拔小笋了。可能你个醒大了，可能大了还打吗？这边买一个大一点的水管，挖大一点，埋完水管的话就用水泥填一下。他刚才都买这个水管过来，一根水管还买了两包水泥，然后今天下午把它弄好。这根大水管啊是去年留下来的，这个大水管就埋在这个地方，这根小水管就埋在这个地方。我买的是4米长的，稍微短了一点，然后后面再加一根竹子就可以了。放一边。这买了两包水泥。哦，鱼塘这边有好多这种石板，用得上。好扯。现在狗窝旁边的这个排水沟啊已经弄好了，就这样了，都铺上了水泥，你要从这个地方一直流流到这个地方，然后这里买一个水管就可以了。这些沙子还有鹅卵石啊是铺那个厨房周边的，应该够。
这个地方埋一根水管下去，还需要挖是吗？嗯。这个盖子不就铺铺那个当中？啊，铺水泥了。这边的水管已经弄好了，然后接下来在那边啊也要埋一根水管下去。那接下来把这根水管埋下去。现在这个排水沟都弄好了，这个水管也埋下去了。现在还早啊，然后去放一下鱼轮，看一下捕得到小鱼小虾吧。大家好，最近这个天气的温度比较高啊，然后今天来放一下鱼轮，刚好今天的活都干完了，然后下午差不多现在快六点了吧。大家有没有小鱼小虾之类的放在这个小溪里面？今天把小白带出来了。小白，这个地方放一个。鱼笼放好了，我发现了亮货啊，大家看一下这野果。这个桑葚，大家看一下，野生桑葚，摘了，摘了。这下面有挺多的，还没熟啊。再找找，看一下有没有熟的。这就熟了两个，上面还有好多没熟的。然后下次过来的时候来采摘这个野生桑葚。嗯，好甜。这个桑葚很贵的，如果你去那个。这个桑葚园里面去采摘的话，几十块钱一斤估计要。嗯，这被我发现了一个野果啊地方，这一片都是那个桑葚啊。这还有三个鱼笼，把它放下去。小白过来，过来，小白，这个地方有人放了鱼笼，是别人的。第二个鱼笼放在这个草丛旁边啊，感觉这个地方应该有一些好货在里面。放点汤饼。哦。这还有两个鱼笼啊，这两个鱼笼放对面去。这里放一个。这下面有好多猪食。
最后一个鱼轮了，放在这里。现在鱼笼都放好了，回家。这里都是野菜呀，这是野生的油麦菜，我拔一点回家给兔子吃。我家里面还养了三只兔子，我还等着它们下崽。还不错，放个鱼笼，搞了一点野菜。现在回家了，明天一早过来收一下鱼。这些野菜啊，就给我家的兔子吃。来来来，快点长大。